主席，我就主要問，即係針對局長嘅回答嘅第一部分。嗱，佢嗰個回答咧就係講咗嘅，就係佢話我引述啦。佢話通過上述措施，即係佢講嗰啲措施啦。香港的學士學位課程入讀率已由1985年至1986學年的 5%， 1995年至96年學年的 18%， 2005至06學年的 22%， 增加到現在的 30%。 這個數怎麼計出來？還有你跟這個85年和86年比較有什麼意思？梁議員，如果你問了問題，請你坐低。用不用跟民國比較一下呢？請你坐低，等局長作答。局長，多謝主席，多謝議員的提問。如果在計算裏面有很多數據，我們都可以繼續提供的。不過我給一個簡單一點的計算方法，我只是針對資助在 UGC 的大學資助的學位做計算。我們現在每一年有15000個，再加上8000個咧，係呢個咧係高級學位嘅安排，特別係俾一啲咧係一啲嘅係副學士去參與嘅，表現好嘅咧可以參與呢個計劃，大約係咧8000個位，每一年4000個。如果計算嗰陣時候咧，15000再加4000就係19000，19000除呢個咧，大約係呢一個咧係26000幾個呢個3322合格嘅學生，或者用70000個咧。是這個中六畢業生計算，我用70000個計算，主席都是27%，那個數據是這樣來的。多謝主席。讀數，因為我們說的就是適齡 學生呢直接入去讀這個政府全資 的大學學位，不是說他讀完副學士嘛。那你梁議員，所以主席，因為我在這裡引述了很多次，就是你都聽到厭的了，就只有 19%， 他們又沒有駁過我的。那現在突然間梁議員，是我們這個不是一個辯論，不是局長已經答了你的問題了。如果你認為局長是錯的呢，請你其他我有事問的，請你其他，你問的問題局長已經答了。如果你還有問題呢，請你坐低再按過那個輪候發言的。不是，你聽完我講就知道。對不起，梁國雄議員，我們這個議事規則是這樣的，你答你的問題局長已經答了，如果你不滿意在其他場合跟進，如果你有跟進問題呢，請你再輪候，好嗎？因為現在我們還有議員等等提問的，請你坐下。我不是不同意，聽不明白，哥聽不明白都有罪。梁議員請你坐下，我認為局長已經答了你的問題了。何秀蘭議員。